可以期待下次相见。哦，哈哈，拜拜，再见，再见。1246是密码吗？现在不是体育部的哟，是手机密码。啊！永远爱他，永远爱你们。永远，但是为什么他？哦，他派六是什么？四八六是什么？他，对，派六为他派的，他派六是什么？四八六是什么？你说你是 BB code 的密码吗？我们的粉丝到底几岁啦？我们是零零后，这不是我们的时代啦，我们都没有在用 BB 机的。你们几岁？天哪！你们几岁啊？几岁呀？总之呢，我们也永远爱着你们。我们也是零一二八六。마지막인사를한번가볼까그러면오늘은우리가012하면은486那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最后的道别方式，我们和012同意义，然后呢粉丝们就要说486三派六一。예중국어로해야零一二，但是这个是要用中文讲才会讲的。486我们说012，然后大家帮我们一起说486好不好？练习一下。근데우리좀더뒤에살까요？哦，这是我们在。여러분练习一下。012好，둘셋012세방에잘했어요，做得很好。노래준비했다고又要唱歌吗？你准备的歌曲吗？又唱歌，来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一、二、三 ，Let's go。我们这么紧张，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不是那我都听。你们笑场怎么办啦？太配努力不行，你叫了。再来一次。还是你们不是对唱歌很有自信心了吗？再来一次。一二三。到底是在说什么呢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天，大家太兴奋了。Relax。
그럴 수 있지. 谢谢大家的，谢谢大家美丽的歌喉。哎，谢谢，我们现在做的很好。不要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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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走
零一二，大家没有忘记吧 ？S 派喊零一二的话，大家要喊四八六。OK，Are you ready？ 好，我们现在可以跟我们一起喊哦。好，来喽！지금까지 S 派。